所以因为我们很鼓励大家发言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，我们希望说大家不要自我介绍。第一次来会很紧张，然后来这些新手要自我介绍，因为我们鼓励你要发言啊，不用太紧张，就很自然而然来讲哦，你是谁啊？你哪里人啊？或你哪里来的啊？或你正在做什么？或者是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主题有兴趣？随便讲哦，不要有压力，然后直接讲说你的看法也可以哦，或你要直接提出问题也可以，然后可以提供我们前面今天来分享的讲者，他也可以知道说啊，原来我们今天的来的观众他带着什么样的问题，或他带着什么样的想法而来，那我们待会儿就可以讨论的时候更聚焦。那前面的自我介绍完之后呢，讲者会开始有一些分享，分享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会有第三阶段会有一个大家做一个 Q&A 的讨论，不管你要提问题也好，或提出你的意见也好，都很欢迎。那主持人他就会来做串场，然后帮大家做一些这个连结这样子。那要自我介绍嘛，不用太长，10到15秒哈、哦。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很多，因为通常我都会从前面，所以我们今天往后面开始。大家不要紧张哦，我们从后面这边开始好了，好吧？还是你吗？对，开始。各位好，我是信龙，我是那个哲武志工的一员哈，然后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会，每个礼拜五的晚上都会在这边跟大家见面。然后那个刚刚总理介绍说那个降低知识的门槛哦，今天我们主持人是老师啊，然后但是我那个不揣冒昧哈，因为我对那个本土的历史有很高的兴趣，然后所以。最近这一两个月我自己办了一个小的讲座、哦、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脸书上搜寻三线共进会的粉丝页、欸、那个置顶的活动就是對、啊、但是因为这个我有收一点小小的费用、欸、所以这边广告一下、大家好，很久没来哲武了，我是生态生命教育学会的主持人，我对这个议题也是很有兴趣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叫殷谦，知道一些以前应该知道的事，以前应该知道的事情。各位好，我是小金，第一次参加哲武，然后就纯粹是有兴趣，谢谢。对历史有兴趣。对。各位好，我是林真。哲武听那就听过，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来，而且我是我陪我爸妈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哲武的志工，欢迎大家常来，谢谢。我是哲武的高三学生，然后要常来这里。我从刚从外地大学回来，然后就是大学读外地，然后就是回来，然后就顺便来看一下，很久没来看哲武。我是米芬，我是中国医药大学学生，就对于议题有兴趣，所以过来听。我是中教大学生，我叫玉轩，然后我对历史很有兴趣，谢谢。我是中教大的学生，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有点好奇。对，谢谢。是老师推荐的。对，老师推荐。台语系的吗？够了。台语系的。我姓何，我第一次来，我想来了解，了解一下哈、哦。谢谢。我是魏武，是中央大学刚毕业的学生，然后我对历史有兴趣，所以过来这边。我姓钱，我是嘉阳高中的学生，他是实用技能班，所以并没有历史课。所上过的都是那种简单带过的，也可以自修很多，不一定要老师上课。我叫陈一良，然后我对这个议题很陌生，很陌生，非常陌生。因为我们在场大部分年轻人比较多了，那可能大家对40年代是不会有什么样的印象。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的学生，没有台语代教。
明白啊。来就会有把他打给王一木堂跟他师。哦，明白。王一鸣就要老师的名字，所以就来参加。我是同学，我嘛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学生。啊，我之前有参加过一摆做画画活动，啊，我感觉真趣味，就是。好，安尼行来吼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是带我女儿一起来，这个现场都是年轻人，这中年人比较少。我对这个历史也很有兴趣，所以一定要来。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国二的学生。然后我对历史有兴趣，所以今天来看看。大家好，我叫尚轩，我想多了解一些台湾的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自我，我是中国业学生，然后也是因为社会历史有兴趣的。那个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民间思改会执行秘书，我们思改会就是久仰哲武的大名，没有，就是我们一直有很关注台中哲武的讯息，然后因为我们之后在台中也在寻找办公室，我们要来这边住的，对，然后就是很喜欢，刚刚一进来就好喜欢这个很温暖的那个场地，就如果大家。亲朋好友、请嘉宾，有就是还不错的场地啊，然后就可以推荐给我们这样子。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，准备在台中设点。那个就是欢迎大家，不管是同学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志工啊，然后大家有空的都可以到时候一起来我们台中的办公室，大家一起为司法改革努力。司法改革很重要。谢谢。我叫柏龙，那我是觉得说台湾人应该知道台湾人自己的历史，然后历史的错误可以被原谅，但是不可以被遗忘。大家好，我叫蒋腾，我姓阮，这个是我第二个儿子，旁边是我内人，我们是来自嘉义，来自彰化园林，我儿子现在宗教大学念台语系，好，谢谢。结果你帮你家都介绍了，还可以讲一点别的吗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阮东东雄，然后呢？我是因为教授的要求才来这个活动，是要求才来的，对。你主人来了对吧？一定要来，无分数啊。哦，无分数啊，好。好，大家都会变主人来。大家晚安哈，因为我昨天有去看那个《弯身回家》，弯身回家最近，然后今天又看到这个讯息，我很高兴跟大家在这边结缘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尚问，然后我现在念那个中科实验中学，然后本身对台中市还有乡土的历史就是蛮有兴趣的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君毅，然后其实。历史对于我们整个台湾人的教育而言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可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甚至学生，其实都忘记我们台湾真正在本土上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迁。所以我对这一次的议题，其实希望能够多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，就是我今年毕业于中山医学大学物理系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本身有在 cos。cosplay， 对，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衣服，就穿在衣服里面。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衣服是代表什么？我衣服就是我的。我的衣服就是日本海军。哦，日本海军。对。不要很上班族。你好，我姓陈，然后我也上班族，那我对这一点很有兴趣，所以今天就过来听。大家好，我姓何，我是勤益科大的学生，希望借由这个机会，到这边听听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意见，跟大家交流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姓黄，我是中交大台语系，因为要写这些事情。要写作业，没有，要针对这个主题来写报告吗？老师说你挑。哦 ，OK。谢谢。我是独行，这次是来第三次，因为这个礼拜又没有人要跟我约会，所以。然后我叫林
最近一年多刚回来台中，那对于这个硬体会蛮有兴趣，因为我觉得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，对，那试着从比较多不同的面貌去了解一下台湾的历史，这样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欣，然后目前是东海的学生。他今天会来这里是想要多了解一点外籍父母跟父母辈这之间的历史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思婷，然后我也是中正大的学生，然后因为老师要我们来听，然后也对这个议题蛮有兴趣的，所以就来这里。是不是杨宇老师？大家好，我是薰怡，然后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学生。可是我不是台语系，不是台语系，我是第一次来。切歌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家珍，我是文华高中二年级的学生。然后我很喜欢历史，我很喜欢台湾，也很喜欢植物。谢谢大家。好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若文，那我在大千电台上班。那我看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认识婉珍姐，那。我是从电视上认识他的，可是他当时被媒体形塑为是那个暴民，对，资深暴民，对，他是那个年代像那个318的暴民这样子。那我今天很想亲自来看他本人，听他演讲，谢谢。我们婉珍姐真的是党外实习的那个前锋战将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尔。我对今天这个议题，尤其是那个土地的议题特别有兴趣，因为我以前念的那些教科书都是说三七五减租，或是跟着有减租的人的。啊，我想更了解到底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。对，就是为什么得政，政府告诉你得政，可是有时候从另外的角度看起来会变暴政。大家好，我是叶颖。我就想要了解一下，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，其实来台湾其实是涉猎很少，那想要来看一看，就是以前没有读到的部分。大家好，我是玉慧，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。然后因为我大学是在故宫那边念大学，然后刚好在林家欢很近，然后最近又去看了那个阿赵巫风云的电影，然后觉得。我觉得历史课本讲的没有那么细，或是那些人情冷暖的关的东西，所以我想来听听，就是有经历过那些事情的人的分享。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很多人来补修一堂台湾的历史课的概念。大家好，我叫玉凡，就是好几次来觉得我觉得很喜欢这边，然后也想大家讨论气氛，所以今天就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玉云，是玉芳的妹妹。我们已经第 N 次来觉悟，我每个礼拜来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，就是一个礼拜的辛苦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再重新沉淀一下，然后带着满满的希望跟信心，然后再回去打拼下一个礼拜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房主。然后我今天来上课，就是我今天来听哲武，不用做作业。但是哲武已经是被我放在我功课表里面了。哦，课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耿平，今天第一次来哲武，可是我对哲武没有很陌生，因为我上班很多无聊的时间都是听哲武度过的。那因为上班都偷听，没有，上班没有很多，我上班没有很多。然后。因为整我的录音品质其实有时候会比较不清楚，所以我决定跑到现场来。也是有好处的、啊、而且之前读完那个《百年追求》之后，我觉得历史这一块真的很有意思，比以前课很有意思多了，所以决定到现场来看一看。我是大神弟，他们主动盖小子。啊，是的。他们主动盖小子。我阿宝给你带领完珍姐做盖小。大家好，我是中正大学生，可是我不是台语系，我是区社系。然后我区社系全名是什么？区域与社会发展学系。区域社会发展。然后，我已经大四了。然后，今年刚好是1945年之后中正70周年，所以其实有很多探讨关于这个年代史，可是其实对我来说是不了解，因为我教的是素描学，所以我有兴趣走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在雾峰工作的，然后之前有来过几次觉悟。那在我念书的时候，基本上台湾史是基本还不用考虑的，所以是很陌生的。
大家好，我叫王正，今天主要来是想了解，因为以前社会课本开班时讲的很少，今天主要想了解在地文史工作者的内容，讲述是哪些？谢谢。真好个讲，阮真济啊，其实吼恁少年党毋捌，伊其实是阮个时代，阮即摆用即摆个言语讲，伊是用阮个时阵个社运女神。可以啊，恁济爱当好客。我讲，你讲以前阮以前也毋捌代志，我但是我足早就捌哩，吼，伫伊当初是当兵官，但是到去倒来台湾了后，真侪阮伫街头我有看到伊，啊是，但是我是以前阮以前毋捌哦，但是阮迄个时代有参与的人，差不多拢捌阮以前，就伊是足强的一个战将，吼。啊，嘛真好讲话，好，感谢。一扎就小，我们干脆慢播他。一扎真的是要那个抛头颅洒热血才有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小娜，九五技工。大家好，我是东海社工系的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东海社工系的学生，喜欢台湾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同事路东海社工学生。我是东海社工学生。我们没有动员了哈。那我想大家都自我介绍过，那我想说我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，我先把时间交给我们许玄毅老师。许老师也是我们这次板课纲的战将之一，然后对，因为战将来介绍战将。